说那个 PowerPoint 你回去可以慢慢的看，然后点进去，这都是我的心情。对，大家可以点进去看。那有一些我大部分是就是偷懒啦，我就是从镜头壳那边看我的那个 list 贴上去。那凡之是比较，他们是比较新闻的那个网站的做法，比较不是部落客的那个部分。但是如果你在那个搜寻那边打作者名字，也是可以搜寻。对啊，所以说其实那个、哦、有一些东西也事过境迁的啦。在那个当时，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新闻，我第一手资料先把它收起来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说，你这些收起来之后，其实你是需要有老师讨论，不管是我们是学长姐啊，或者我觉得瑞翔他的那个新闻点也非常好，他有些时候过来哈就淡淡的酷的，啊你上次乌来那一片有没有后续？对，因为我们那个乌来就是去募那个二手家具嘛，他有时候就会提醒你，然后你就开始有工作。我想那个有的同学，我想所以说上了怎么采访或者怎么写作，或是听别人怎么写作，很棒。最大的问题呢，就是大家回去以后都很忙，或者是参加了什么事情以后，也不一定有空坐下来整理这些资料，对，照片传一下 FB 就没力了。可像那熟林是怎么？怎么克服？大家会不会想知道？你看熟林，比如说莎莎上的课啊，你也会有参加很多活动，然后也照了照片啊。像是上学期在大声公社上面 po 了一些不错的照片，也写了一点点，可是就没有安排一个时间。莎莎，我还在整理你的报道。你会不会好奇熟林是怎么做的？我其实哈，有两件，有要感谢两个人啦、一个是你要有好的老师，对，他三不五时就问我，淑玲你为什么那么久没有po文了？对，然后呢？是我吗？我会啊，是啊，他、那个风家也会啦，对，虽然他也现在已经离开新头了，所以我现在做的事情就变成不见得是可以写成报道。对，因为像比如说这样子，那时候吧，对，那个时候哦，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就是一个力气弄到半夜，就是一个赏金啊。对，我就没有我写，还有谁为他们伸张呢？对不对？你看那个百年的那个斋教，你知道那个多棒的地方哎。对，我就是说你要就是除了你本业以外，你要有一个培养你兴趣，而且那个是强烈兴趣的。那个地方，你就会有那个驱动力。那每个工具你都可以运用自己。哪有，会累得要死啊！我跟你讲，像那个去南坎那个东西，会累得要死。那我跟你讲，其实我刚刚讲台面话，就是你要交那些坏朋友啊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偶像就是那个台湾下面有一个某某，有没有广播主持人某某？我不知道。嗯，不知道。有一个台湾形象还是什么，嘿，某某，对，有一个某某非常可爱。那其实是我有去参加很多的社群，我是实际的社群，然后就是会去参加他们的活动。我不是为了写报道而写的，我是为了去参加运动，去支援他们。回过头来，我必须写这些东西。对，那所以说后来我去以南坎的那个是。我很喜欢某某，所以他们那个团队刚开始叫我，因为我其实那时候我的假日比上班还忙嘛，对啊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其实已经婉拒他们要去南坎拍他们的音乐会，事实上他们是要用音乐会，可是在那个之前是我们其实是参加一个什么公民怎么办运动的，怎么去炒作议题的那个，然后我才那个哇讲的正义凛然，哎。我们就是要出来当公民记者，就是第一手资料要拍怎样怎样，然后讲得非常漂亮。后来隔两天，他们说：“淑玲，我们社区真的没人了，拜托你，求求你来拍照。”我说：“拜托，我累死了，你们那几天已经我太累不行。”他说：“某某会去接你。”我说：“是某某吗？”他说：“对。”我说：“那我好像可以。”然后某某就载我去，然后唱歌弄完，某某
后载我回来，然后临走的时候，嬷嬷说等你哦，你写不写？所以你要交换朋友，就是这一些一起在打拼的朋友。所以说，其实我写的这个都是我的一个参与的途径而已。对，然后里面很多篇都是那个啊，户外教学的作业啊。对啊，户外教学作业真的要很谢谢瑞翔，因为这三年半来，我虽然恨他恨的要死，但是他敢改我的稿。哎，他每次他也不讲你哪里不好，哪里怎么样怎么样，他都淡淡的。他就跟我说，改过的稿你有看的吗？我有，了解。那我的精华被你删了，对，因为我不是写月刊。可是当我到月刊的时候，我可不可以很棒？对啊，哎，刚那个老师傅那一篇有没有谁看的前面？对啊，没有感动。对啊。不过我再补充一下，就是我觉得淑玲的优点就是他想到，他知道了什么东西，他就是愿意花时间把它写下来。但是坦白说，我们一般人都这样，就是在那个一鼓作气的当下写出来的东西，会有一些部分太口语，或是太想当然，就是那个逻辑是你有参加那个事件才很清楚，然后你就顺着那个逻辑写下来，但有时候会忘了考虑。没有参与事件的，那需要补充一点背景。那有你除了自己的部落格，有另外一个平台去发表的话，比如说，那会有一个类似我这样的角色，就是编辑的角色跟你搭配。他从他的观点去帮你看到说，其实有一些背景知识啊不太够，那个读者可能看不懂，那他可以帮你。那有时候你照的照片也不一定是那么完美，但是可能只是稍微裁切一下就可以。那这个东西都是如果你乐意跟一个有编辑的平台分享，都可以去再加强。然后另外淑玲，我是补充，像那个淑玲讲到说他帮典藏的计划写的文章，这涉及到那个著作权的知识，就是。你有跟那个要稿的单位签什么专属授权？不是我签的，我老板签的。你老板？双方家签的。他签专属授权，只能他用你不能。没有问哎、欸，没有问那個、哦，你说可不可以发表是不是？对啊。哎，我后来想说，因为这个老师傅哦，他很可爱，跟我很投缘，他也不想出名。他说哈、哦，你们现在先不要给我发出去哦，等我好好的哈，我这都要几千万出台湾的门了，去到大陆开那个博物馆，好，你要怎么登就给你登。所以他还想订，我有答应，你就没有特别推广，没有卖出去了，卖了啊，打定金，但是因为紫檀木现在已经变成保育类，对，因为现在是大陆进不去，也不是台湾不放，台湾放哎、欸。如果是他你自己想低调不想推广，那是一块。对，是。只是我是想说传递一下著作权。没有啦，我其实没有那么爱发表的。有一些就是因为这个是就给，我现在就变成是从公民记者的那一个变成我现在是像寰宇人物哦，不是我要写什么就写什么，我要写提案，我必须写提案，我为什么要介绍那个彭瑞翔，他的小档案是什么，他的特色是什么。都会跟我的是编辑那边比较，要通过编辑派比较强，我才能够抢到这一个。他会跟你协调。对，我也被否决很多期。但你也不要因为说你这个东西是帮某某某某机构某某刊物写的，你就觉得这个作品只能他用。其实没有。所以你那天我会今天就去碰到大声公。可以。会很可惜，你知道吗？你花了那么多时间，然后你写出来的东西只能。不过他那一篇又不看，或者是藏在某个图书馆。所以他那一篇是比较特别。然后像寰宇人物这个，其实我是他是可以让我自己宣传。对啊，意思是说，不是就是我的看法。对啊，所以其实你们不要因为，对啊，害我们是谁邀了你会自我认定说只有那个单位可以用。其实是在著作权的规定来讲，就是你没有你的那个作品，它是分。说那个著作财产权、智慧财产权是谁拥有？那还有再来就是
重置跟传播的学历。重置传播就是说，其实一般人家，一般你跟那个出版社或是出版的单位机构，跟你要稿，然后你也答应他写稿，只是等于你没有再额外签什么其他的著作财产权让渡这种合约的话，其实你只是同意他重置跟传播的这个权利。那我你自己本身还是可以重置。后面如果再跟人家，因为我们后面也会找这些合作的，我会再去注意。那我有一些问题啊，那这样子说的话，那有他这个著作财产权，他有分年限吗？比如以前跟几年之前跟几年之后？那个你自己的作品，你要过很久很久才会有那个重置权消灭的问题。重置权消灭？有智慧财产权消灭，就是别人就可以不经过，它就会变成公共资产，但好几十年。其实就是你现在用那个老庄或是轮椅，那个都是公共资产，不会说因为那是公的著作不能用。其实那一篇哈，那一篇是我自己对那个文化资产非常的有兴趣，然后呢，所以说事实上我花了至少比他预期三倍以上的时间，因为封家他那时候都是他带我们去嘛，然后他本来只预估两个小时，我说没有，今天待着不走啊，对，我就因为拜托，是我就待着不走，你要走你先走，拜拜，反正我知道他就是因为已经第二次了，对他非常忙。对，然后我就说，我跟那个摄影就留在那边，他们在上面拍那个，因为是数位典藏，他们在上面拍，我就在下面，我整个采访稿超过八小时，真的要人命。后来他才告诉我要采访稿，不是那个主旨稿，要求好，那就打。然后因为我自己非常的有兴趣，所以说我就运用我自己的那个讲故事的功力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几天，你相信我在打那个逐字稿的时候，你那些东西，你就我跟你讲，脑袋是越用它那个越灵活，所以那些棒球的画面什么那些就出来。啊，相信我不会打棒球，就问风仔，我问你那个打高飞球啊什么那个什么是怎样怎样怎样？他说对，这个是这样这样这样，然后就那个前面的戏剧，我就问他说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写？我只要问。我如果问瑞翔，他说不可以，新闻是怎样怎样，封家都说可以，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。那你要怎么告诉我封家的电话？哦，可以啊，你 Facebook 打双封家就可以了。我们10月24台中场，今天的那个通通好了，你要不要报名？对，一般常理来讲，受访者被你访八小时，是要先他叫我不要走哎，还要请我吃晚餐哎，哦，是他自己。你不知道社区猫都要搞搞刊呢，因为他是很热情的嘛。对，他还送我一大串。我跟你讲，我后来也跟他说，哎，我是佛教徒啊，怎样？他就开始讲了，然后他开心到，他送我一大串。他现在就是不受重视嘛，难得有这么多年来有人，他是产品卖掉好像是3000万，我记得是3000万，都被再挖回出来，赶紧被那些博物馆要亏开啊。对他就是一直。就是不得志啊，所以说外婆家看的时候，他跟我讲说，那个老师傅在我的笔下火起来了，他变成是一个国宝的人物。对，然后不止他啦，不止他，瑞翔，我那时候写完的时候，我要访瑞翔，瑞翔第一个跟我说，哎呦，你干嘛写我？我说写你其实是两个原因啦，第一个原因你是我的老师，你会帮我改稿，那这是我第一个跟人家合作。后来他要拍照什么的，我们都够熟。对，然后第二个，你是我的老师哎，我不写你，我写谁啊？对不对？然后同样这句话，我要去跟陈建志讲。可是陈建志，我写完陈建志之后，陈建志跟我讲一句话，他没有改我一个字，你也没给我改稿。有啊。你有改啊？好吧。陈建志没有改稿，然后陈建志告诉我一句话说，我没有你写的那么好。还怎么保险那么好？你们认识陈建志老师吗？认识，很憨厚的一个人。陈建志核专选手，非常棒，非常棒的一个人。而且我去 Google 过，以人物专访的，他被请过。建志我可能是第一个。陈建志他是搞水川的吗？对啦。对啊。对啦，我们那个师奶都好喜欢的那一个啊。更早以前他是带。
页，好。哎，是不是这一本？可是那个广告是华文书。哎呀，那广告的啦。有，他们现在还有在用。我发现城堡的啊，有。来，陈建志，你看我拍他多帅啊，对不对？拍到他都怀疑说沙龙照。对他非常棒的一个，他的可是他会改稿，没有，他没改一个字，是瑞翔改我的稿。不要我跟啊，你就不要改老老妈妈的那个稿，他会记恨十年。这个刊物他是需要付费的，他免费，他在哪里可以拿得到？成品跟大润发，但是我连去成品都抢不到。那但是他可以有一个捷运价，就是赞助价150块。所以那时候那个瑞翔的，我就去跟他买很多本啊。对啊，十月这个是八月的，我还没买。对，因为他刚好最近都还没跟他们联络上。对，然后这个我看到有在流通，因为那个八月份的色带有哎。啊，真的吗？嗯。在哪里？易贝有。易贝。啊，接着就问啊。对，但是就是你可以那个打电话去跟他们就是。寰宇吗？对啊，寰宇思路。他有电话吗？我只要有啊，后面有电话，你拍照一下，打电话给他。我十月份只有那一本啊，我连建志老师都还没给，还没买。我讲那么多哈，说实话就是说，我觉得聂隐娘那部电影啊，觉得他最后被抓的是就他一个人，没有同类。你不要讲梗。还没看，没有啊，就没有同类啊，就是那个广告你没看哦，好不要破啦，啊就是说哈，大家见到如何怎么样不管啦、啊，你就是要有同类、啊，对，然后最好像那个夫妻有伴的啦、啊，一起去访的啦、啊，哎呀、啊，对，然后大家的休闲下不要去那个逛超市啊，哈，休闲就是，哎呀，今天我们有抗争了，爸爸我们去抗争吧，哇。然后那些伴哈是会一个签一个的，对，所以我都跟他们说，我假日虽然比上班忙，但是都不是我愿意的，我真的是宅女，对，没有人听得下去，对，但是我就说我不要去南坎的啦，但是对方说某某会来接你，对，然后我就好，我赶快报我家住址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18巷15号5楼，他们对方说我们在1楼等你，车子没办法上5楼。一听某某就昏了，对，然后某某也是非常的帮忙。某某其实在那个柯文哲选举的时候，就是会扮五色鸟啊，扮土地婆婆啊，那个更牺牲。啊，我是因为我是公务员，不方便露脸。对，那某某真的南崁那边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，包括社区的，还有我们外面去的那个力量。啊，其实我一直都是幕后工作。他们，我觉得他们的努力被上天看到，对，所以那一些看起来就是，那个可能是在民国50-60年那种水泥丛林那个丑丑的那个，就是最简单啦、啊，叫几年企业嘛，准备登大陆啊，好，丑丑的那个水泥啊，光光的啊，然后随便种了一些树，但是如果没有50年的房子，如果没有这些丑丑的建筑记录当时的氛围。你会有百年的吗？没有，所以台湾有历史没有文明，没有文明没有文化、啊。对，柯文哲更好，比较高，而且我当时是独家，你现在去查那个，他后面竞选的时候还是讲了一些东西。对，然后我觉得说，就是为什么怎么冲，就是你有一些好朋友去督促你，坏朋友去那个离开，然后就是一个热情，我觉得就是一个热情，然后所以说。其实老师，你们觉得这3年来我变年轻？哎，一直都很年轻。他懂事。好，那就到这边了。好，谢谢。那大家休息一下。